世界选美比赛冠军梅梅梅莅临我们跑步第二的直播室。主持人，各位听众，大家好。梅梅梅，您的父母把你的名字取得真好，你文如其名，这么漂亮，不知道平时的保养秘诀是什么呢？我呢，这是天生丽质，平时没什么保养。我的秘诀就是不吃煎炸的食物，不乱发脾气，还有早睡早起。谢谢美丽动人的美美美小姐慷慨的分享，欢乐的时间特别快，又到我们说拜拜的时候。各位亲爱的听众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。关麦后，主持人想要向美美美致谢，没想到美美美竟然目中无人，掉头就走。主持人又说，尴尬地降在空中，哼，真没礼貌。上完通告后，美美美在路边等的士，当她在马路上走着走着，扑鼻而来阵阵食物的香气。好饿，什么烂节目，下午4点这么早就开始录，平时我这个时间才刚起床，我都还没吃早餐呢。不用那些吃的吗？凤牛眼光，这个炸鱼饼一个，炸薯条，炸鸡，炸鱼丸，通通给我来一份，快点快点，本小姐现在很饿。行，没问题，可是小姐，全都是煎炸的食物，您不害怕吗？会生青春痘啊？怕？哈哈哈，我的字典里从来就没有害怕这个词。青春痘什么东西？哼，老大，这个女的看不起我们。什么？她竟然看不起美少女天敌花美男的克星，爱美人士的共同敌人的我们？于是，当美美美吃完她的食物后，又在张扬地走在路上，却不知道一群可怕的小妖已经盯上她了。
青春梦都被消灭了。好了，终于痊愈了。我以后一定会注意。